8点多钟，这个穿件黑色外套的小偷就窜到这儿守着了。瞄了一圈之后，小偷盯上了一个背着包的小伙子。趁小伙子从他身前走过，还没站好，小偷迅速出手，用一把镊子往小伙子的口袋里夹手机。作案过程当中，小偷根本没把周围人放在眼中，专注地夹着。一次不成，他又来第二次，这次终于得手了。可就在他用镊子夹着手机往自己怀里藏的时候，手机居然从镊子里掉在地上。这下子小伙子也发现了，赶紧过去把手机又捡了起来。直到这时，小偷还不停地回头看着地上的手机，一脸的懊悔。